云林县麦寮高中胡维成民艺术实验分校成立一年多，结合舞蹈、音乐、美术等多种古典艺术的联合成果发表，将在这个星期五于云林县政府文化处演出。学生们通过古典艺术形式的呈现手法，要带给民众一个将云林在地的人文风光融进艺术创作中的古典艺术强焰。 由云林县文化处举办，首度结合舞蹈、音乐、美术的古典艺术联合演出。云林县麦寮高中胡维整民艺术实验分校的学生将平日学习耕耘的成果展现出来。好，这是可以将我们的文化弘扬出去，也利用好艺术来代替我们文化的发声。 这场艺术飨宴最大的特色，除了从古典艺术进入，演出内容多取材自云林在地的人文风光。我们用那女子民间舞的一个手绢舞，跟紫斑蝶做了一个融合，所以到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大家可以欣赏到有如紫斑蝶一样的蝶合美景。另外，像是在地盛产的水果凤梨，也成了入画题材，观众得以一睹古典写实细腻的作画技巧。我们学校走的就是古典写实的路线嘛，然后。 特别着重这个学生基本功的训练，特对于这个形体的准确度，就是形体的掌握，还有这个明暗，都就是说都要求的非常的高。还有东方的唢呐遇上西方的大提琴，东西方乐器合奏出悦耳动听的旋律。新唐也和电视陈越秀、台湾云林采访报道。